来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立法委员涂秀珍，再给你拜一个早年。首先感谢你的支持，哦，我会当当立法委员替台湾服务，最近就嘛无给你闹亏。今年我摕到立法委员门前第一名，这半年半冬下来，挽救的国民党政府，甲台湾的政治经济，唔甲乱七八糟，也拢真正辛苦。为着台湾民主，交咱大家福利，我想着会交大家继续来打拼。希望未来一冬，你会当合家平安、身体健康、牛年行大运、吉利大发财。